掀开经本，摩诃罗伽王长行第五句看起，登床摩诃罗伽王得开示一切众生，令立黑暗悟微道解脱门。清凉在这里住的不多啊，他说无知黑鹰如灯开始，不为是苦果，如床为归。这个四句将菩萨修学正果这个关键的所在都说出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学习的，要特别留意的啊，清凉告诉我们，无知是因啊，黑暗的因啊，黑暗在此地代表愚痴迷惑。我们对宇宙人生真相不明了，对于三界六道的因果离世不明了，这叫黑暗。佛说经通常将这些事情归纳为三类，或业苦，或是迷惑，这在此利用的黑暗呢、啊？不为是苦啊，是垢啊。因为迷惑才造恶业，也就是说，才把事情做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事实真相相违背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在哪里呢？啊，佛菩萨觉悟了，对于这一切离世真相明白了，关键呢在智，智从哪里来呢？从教学，菩萨这个法门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开示一切众生，这是教学，这是教育。在中国《礼记》学记里面
也教导世间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唯有教学，才能够令一切众生断惑业苦啊，真正的得大解脱门。啊，这教学重要。一切众生生活在世间，这个世间非常广泛，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世间，所以佛法的教学，古圣先贤的教学，无非是让我们真实彻底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啊，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不外乎这三桩事情啊，都明白了，都了解了，惑业苦啊，自自然然就远离了，不再迷惑了。可是这些事情要没有真正通达的人来讲，谁知道？卢根福都讲得很详细，讲到微细之处是我们起心动念决定，不可以说我动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啊，与别人没有关系，那你就错了。无论是什么念头，善念也好，无这个恶念也好，这个思想的波刹那之间呢，周遍法界，你怎么说没有关系？啊，一个不善的念头，不是害自己，害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与化身大师才能说得出来，才能够说得透彻啊，然后才知道地藏经上为什么说得那么严重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如果是与别人不相干，这个罪就不能成立了。任何一个念头，再小的一个念头，极其微细的念头，甚至于自己还不能觉察，这是实话。
啊，极其微细的恶念呢，自己并不知道。佛在经上讲得清楚啊，我们今天能够觉察到是极其粗重的念头啊，我们说反省检点都是些粗念啊，细念接不到啊，体会不到啊。这是功夫，心欲清净的人越能够见到微细念头啊，所以佛法讲禅定啊，定功层次不相同啊。越是深，你的观察越微细啊，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的活动啊，这就是讲极其微细的念头，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发现呢？八地菩萨不动地啊，见到自己极其微细的念头啊，就是阿赖耶的活动，七地菩萨还见不到了。见到之后才晓得极其微细的念头与虚空法界都有密切的关系啊，一个善念带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善果啊，一个恶念呢带给一切众生的恶报啊。这个要不是在大乘了义经典里面我们听了之后很难理解不懂啊，不能接受啊。其实中国儒家也讲到啊，儒家的教学从哪里教起？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从这教起。这跟佛法四弘誓愿没有两样。啊，四弘誓愿里面度众生、断烦恼、成佛道啊，学法门成佛道。儒家是讲了八条，佛法只讲了四句，四句跟八条内容完全相同。佛法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度众生成佛道这两条啊，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佛法里面是断烦恼学法门，在这两条里头只有开合不相同啊，内容啊完全是一样的啊，
我们怎样去修学呢？不能不学。啊，从哪里学起？从断烦恼学起。啊，儒家是从格物致知学起，佛法是叫你先发菩提心学起。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呢，什么都不必谈了。佛法是先把愿摆在前面。啊，儒家是把愿摆在后面。这个是儒跟佛不相同的地方。啊，儒家的诚意正心，这就是发愿。啊，可是佛法先发愿之后，要落实，还是从断烦恼学法门。这都是开始。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啊，你看看《华严经》，我们也展卷，每一位菩萨他所得的解脱门，这个门就是法门。啊，法门称为解脱，解除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解用佛法的术语来说，解除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脱离生死轮回。这个叫解脱啊。啊，门是比喻，门径就是方法。理论与方法都用一个门来代表。解脱门无量无边，任何一门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啊，在佛法里称为无上菩提，究竟佛果，哪一个门都通达。我们在今天在此地读诵这部经，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法门。这许许多多法门都值得我们参考，都来辅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下头门。啊，我们是以这一门为中心的。啊，看看其他法门，我们在这里面学会了。啊，晓得见思烦恼是不得解脱的严重障碍，这个东西不断还行吗？所以为什么经要天天讲，天天读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三天不读经都忘记干净了，烦恼习气全现形了。我们今天干这个石头压草啊，
啊，希望真正能够把它压住啊。只要烦恼不起现行，就能成就功德，啊，就可以决定得生净土。啊，我目的在此地。开示一切众生的好处非常之多，自利利他，劝别人，同时就劝自己。说老实话，我们没有成就的人，劝自己是真的，劝别人是附带的。别人听了得不得受用，不必去问，也不要去操心，根本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自己得不得受用，这个重要啊！宾主要清楚，要明白。为人引蛇，自己的利益，这是主啊，这个重要。天天为别人讲经说法，久而久之，这是讲吗？常识熏习吗？我用古大智这个方法熏习了40多年了，每一天在熏习。我有没有刻意去断烦恼呢？没有。长时间熏习，不知不觉的烦恼轻了，观念呢转过来了，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弃掉了，逐渐了解事实真相，体会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这真体会到了，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与整体息息相关，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而后体会到这个古圣先贤教学，他们的用心良苦啊，他们的方法周密啊，真正是无微不至。教学从哪里教起？从胎教开始，儒跟佛都是如此。母亲怀孕的那一天，母亲的起心动念、言语动作，对胎儿就开始影响了。从这个地方教起这是真正的爱护子女、爱护众生、慈悲一切圣人晓得，菩萨事业所以在怀孕10个月当中教导你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为什么要这样做？教婴儿啊，教胎儿啊，这个母亲是菩萨，不是凡人。是给胎儿最善的印象，真的是十善业道生经上所说的，昼夜常念善法，观察善法，思维善法，不令分毫不善夹杂。从前有老人教啊，做母亲的人懂得，现在没有人教了啊。小孩出生之后啊，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父母家人要给他做好榜样啊！要给他做福德的根基，从这去奠定啊！现在谁懂得呢？家庭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兴亡，谁知道？谁懂这个道理？这已经很粗、很显明了啊！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了，国跟家是连起来的呀，不能分呐。国的基层组织就是家庭，家庭健全，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呢？家庭衰落了，国家一定亡了。家庭里面的核心，夫妇。夫妻呀，夫妻不和，这个家就衰败了。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社会，忧心忡忡啊，离婚率这么高，这个离婚造极重的罪业，这没有人晓得。你破坏家庭，破坏社会，破坏国家，破坏世界和平，谁知道这个事情？两个人结婚离婚后有这么大的事，这么这范围这么大的影响啊，确实是这么的，影响就这么大。两个人结婚不是儿戏啊！你看古时候古礼多么重视啊！为什么呢？古人晓得关系太大太大啊！今天很轻易的就分手了。如果有儿女，你怎么对得起儿女？儿女在单亲这个阶段长大，他那个心里
不正常啊。啊，这个不正常的心理，不正常的行为，就危害社会。啊，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美国现在的儿童，啊，问题儿童有多少呢？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啊，我看到这个统计啊。6900多万，将近7000万人，啊，问题儿童，这还得了吗？啊，儿童每一天，啊，拿着枪支，杀同学，杀老师，杀父母，杀兄弟。时有所闻了，已经不是新闻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家庭教育没有了。这个事情非常明显的，现在大家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整个世界和平。啊，现在小孩就随随便便拿着枪乱杀人，将来长大了，啊，所以说20年、30年之后啊，他们是美国社会中间的，美国许许多多原子弹，他就会拿来乱丢啊。越想越可怕。菩萨开示一切众生，无一不是从根本教学说起。菩萨不但说，菩萨还要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做个好样子给人看。菩萨决定成就一个人圆满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决定不会破坏人的家庭。破坏人的家庭，那是魔，不是佛，不是菩萨。菩萨念念呢，为众生呢，不是为自己。啊，现在人念念为自己，连儿女都不顾，啊，连父母都不顾，这还得了吗？你说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极其严重啊。啊，这个就是许许多多宗教里面所说的世界末日的现象。啊，末日的征兆在现前社会到处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有些人问我，这法师你相信吗？我不敢不相信，不能不相信。我不相信预言，我看到现在社会的现实。啊，这不是预言，这不是传说。啊，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啊，所以我今天
不能不求助于宗教了。啊，希望宗教教育能够弥补一点。希望我们常常啊记念住夫子教导我们慎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平三个字就是现在所讲的世界和平。那世界和平从哪里做起？人人都知道修身，人人都知道做好人，啊，行好事，我们提倡的四好，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世界才会有和平，社会才会有安定。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存的是不善的心，我们做的是不善的事，说的是不善的话，我们的罪过破坏社会安定，破坏世界和平。罪从这个地方结，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体会到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一句话的重要性，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啊，我们懂得了。我们自己做好，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对于一切众生，就做出了真正的贡献。我们自己心行不善，就造作极严重的罪业。必须有这样深刻的认知，你才认识诸佛菩萨，你才认识各个宗教里面所崇奉的神明教主。啊，你没有这个认知，虽然天天跟他们见面，你不了解他，你不认识他。啊，我们要学佛学菩萨从哪里学起？啊，我们想离开黑暗，离开不威，做不到啊。啊，黑暗是什么？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贪嗔痴慢疑都是黑暗的。不善的业因啊，不威的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啊，这个是一般人
提到的是这很恐怖啊，可怖畏啊。而佛告诉我们，六道皆可不畏。地藏经上说得很好啊，你到三善道叫头除啊，堕三恶道叫头末。你既然在六道里面，头出的时间很短暂，堕落在下面的时间很长久，这一定的道理啊。这个形容的好，比喻的恰当啊，这是真正值得不畏的。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啊，不怕恶道啊，没有把恶道这个部位放在心上，所以感造恶因，起心动念依然在造作，不知道收敛，不知道回头，这还得了吗？如何叫自己回头呢？这个回头难呢、啊、菩萨这个方法妙极了。叫你为一切众生呢，开始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个办法好啊。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根性。早年求学的时候，想断自己的烦恼习气，想什么方法都不行。最后走的这个道路啊，讲经说法，天天劝自己。看别人有过失，回过头来就反省，想自己，我不是个立根人，根性很钝，三四十年才回头。才真正呢觉悟过来了，明白过来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这个得力，我也常常劝勉同学，得力在好学。如果不好学，这一条路还是走不通。一辈子讲经说法是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不得受用。真正好学呢，这一辈子讲经说法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别人都是附带的，是自己认真在修，认真在学，学无止境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等觉菩萨天天都在学啊！只有到如来即果。那你所学的圆满了，这才叫无学。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不学怎么行呢？学重要，不但救自己，救社会，救众生啊！所以我常说，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众生幸福，是建立在教学的基础上。啊，这个教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啊，这四种教育啊，四种教育健全，天下大治。和平安定幸福落实了，这四个教育要是收获了，和平安定幸福只是口号而已。我们要多想想，那么今天我们放眼展望整个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家庭教育没有了。我在澳洲看到澳洲的土著还很重视伦理教育，我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这个理念今天全世界其他地区都放弃了，啊，都不再讲了，他们还很重视。他们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啊，友爱兄弟，难能可贵呀！啊，学校教育，老师为学生传道解惑，帮助学生破迷开悟，师徒如父子，啊，现在学校商业化了，这些理念也都不存在了，所以学校教育也失败了，啊，社会教育最明显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啊，现在再加上网络，啊，诸位看看教的是什么？普遍教导社会一些大众杀盗淫妄，教你这个，
这不是佛教育，不是圣贤教育，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教育，太可怕了。大概在30年前，这但是至少是20多年。中国大陆上正在推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台湾政府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有一天我在方东美先生家里，正好遇到台湾教育部有3位官员，也在方先生家里向方先生请教怎样把这个复兴中国文化的工作做好。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方先生听了之后态度非常严肃，大概停了有5-6分钟，才说，他说有，方法是有的。这些官员听到之后，很专心来听方先生的讲解。方先生说，如果真的要想复兴中华文化，第一个，台湾所有的电视台关闭，报纸停刊，杂志停刊，广播都要停掉。这些人听了之后摇头啊，他说，老方老师，这个事情办不到啊。方先生就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你要不把它全部给它废除掉，要谈复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个谈话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台湾复兴中华文化有没有做到呢？看看今天台湾社会乱象就晓得了。台湾社会为什么这么乱？中华文化不要了。方老师这一番谈话虽然是很简短，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这个说法真叫一针见血，社会教育24小时不停地在破坏
善良的教学。今天这个世间，小孩从一出生，两个眼睛就看着电视，天天向电视里的学习，电视在教他。所以才念小学，五六岁呀，就会开枪杀人。他不知道后果，他从电视上学来的。他认为这是好玩的。你说这还得了吗？宗教教育是把人精神生活提升到高度。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宗教，多半都停留在仪式，没有讲学了。听他讲道，好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偶尔还听到有讲道的，其他连佛教里面这个讲经都听不到。你所接触到的是法会，是超度，做些是这些事情。无怪乎社会大众啊，对这个宗教批评呢，迷信啊。对社会，对世道人心，究竟有什么帮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深反省。我们到新加坡这两年多来，我们讲经的活动没有停止过。所以许许多多人从海外来的，各个地方来的，在居士林挂单，在居士林参学，看到这么个道场，每一天一两千人在里面活动，没有意见，一团和睦，大家都感觉得很惊讶，都很赞叹。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天天讲经，天天熏习，天天拿着佛菩萨教诲来教导我们呢。我们的教学要跟古人相比还差得很远。古时候中国寺院丛林，每一天是8个小时讲经啊，我们现在做到的才2小时，差得太远了。不过呢，现在利用这些高科技，我们将过去所讲的用录像保存，每天有一定时间来重播，这是一桩好事情。
昨天晚上有同学来告诉我一个资讯，美国跟澳洲现在有新的这个高科技的传真，不是用网络，是用电话线直接传达，影像比网络清晰，这个设备非常之新。我想将来这个设备我们很需要，有这个设备可以跟全世界各个地区直接沟通了，双向沟通我看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这个是最近从美国跟澳洲引进的我说我再找一个时间到他们公司里面呢仔细去看看那么有这样一套设备，那是世界各个地区同学，我们每一天就等于面对面谈话一样那就非常方便。这些好的工具我们一定要利用要善于利用节省许许多多的时间精力所以在今天社会里面我们只有期望各个宗教的领导人各个宗教的传教士我提醒他们劝勉他们宗教仪式固然重要宗教教育更重要仪式是个外表是躯壳教育是灵魂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别人说我们是迷信说我们是消极我们很难辩驳所以必须要提倡宗教教育而且宗教跟宗教之间要合作要互相观摩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新加坡九个宗教难得了能在一起合作我们提出来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我们看古兰经每一段经文的前面一定有一句安那是仁慈的安那确实是仁慈的
我们看圣经，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这样的句子太多太多了。佛经里面讲慈悲，这两个字在大藏经里面重复几万遍了。所以佛家讲啊，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教的根本是慈悲啊。所以我们用仁慈博爱四个字，就把所有一切宗教的根本找出来了。我们的根本相同，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那就是佛家讲的方便为门。各个宗教是方便，无非是教导一切众生仁慈博爱。人是推己及人，人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要我们常常要为别人着想，这是人人的。范仲淹先生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人人。所有一切苦难，我们先承担；所有一切享受，让别人先享受。菩萨嘛，这个一宗教里面讲，这是神圣的，神圣的行为，菩萨的理念。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而且须臾不能离开的。宗教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哪个宗教都不反对。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宗教领导人、传教士如何来落实宗教教育，就是慈悲博爱的教育，仁慈博爱的教育，破迷开悟的教育，这个教育可以包括前面所讲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妖魔鬼怪天天在做破坏和平安定幸福，他们天天在破坏，我们要全心全力挽救啊！至于救得了救不了这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古人常常教给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全心全力去做，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这个事情做得好，众生有福，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事情做不成功，被人破坏了，众生没有福报，我们自己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心善，念头善，行为善。啊，像许哲居士常说的，啊，他一生没有遇到困难，老天爷会保佑他。啊，他没有信佛，他相信老天爷保佑他，深信不疑。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如果我们真的把心量脱开，像佛经里面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不但是一切诸佛菩萨保佑你，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都保佑你，我们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他的前途当然是光明的，他的果报当然是殊胜的，自己有信心啊。所以登床名号的含义就很深，清凉大师给我们点出来了。啊，这个登呢是鼻开示，床是鼻古报，啊，床是高贤的意思，高超明显的，那么在经文里面，开示一切众生是因，立黑暗不为道，这是果。如果就黑暗跟不为道这个因果来讲，教学是缘，断卧是因，利苦是果。啊，这佛法讲的因缘果。啊，诸佛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的，就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正上缘。我们要明了。啊，佛经里面讲的四种缘：亲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前面三条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别人能帮得上的正上缘呐。啊，这是说四缘生法。啊，缘无就生恶法，缘善就生善法。啊，世间所有一切法总离不开这四个缘。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佛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做正上缘。啊，这个正上缘就是为一切众生开示，啊，为我们讲经说法，我们听了之后觉悟了，明白了，这是亲因缘的。破迷开悟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亲因缘了。然后断恶修善呢，这所缘缘。
我们从此以后不再造恶了。不但不造，恶的念头都把它消灭掉了，决定不起个念头。我们要圆这个，不圆其他的。无间是保持，永远保持而不失掉，我们就成功。所以这四种缘具足，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我们今天讲的，修行这么艰难，我的烦恼习气不容易断，四种缘不具足。今天在这个世界，讲经说法的人少了，遇不到了。我们从什么地方觉悟？原因在这里。好在在末法时期，这科技发达，我们借重这些工具来传递佛法的资讯。没有法师讲经的地方，我们还是有缘能够听到佛法。所以现前大家都知道，培养弘法人才第一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讲经说法的人多了，再要利用现在的高科技，我们深深相信三五年的时间，佛法就能够红遍全世界讲的人多了，传播工具发达了，缘具足了，正上缘具足了，希望听的人听了之后能觉悟，能反省能够触动他的清净缘。他有智慧去选择就能断恶修善，永离黑暗黑暗是烦恼，是愚痴也就是说，永离贪嗔痴慢疑。这样呢，虽然住在六道，也不受六道苦。这是大乘法里面所谓的即世间而利世间我们并不是身离开这个世间，我们的心绝不沾染世间，就离世间了身还留在世间，留在世间呢，开示一切众生这个开示永远没有止境的成了佛了，成了佛还道家慈航，还不离开世间这叫真正是大慈大悲永远不离开苦难的众生
永远帮助苦难众生觉悟，帮助苦难众生离黑暗不为道啊！这是诸佛菩萨，不是说我自己圆满了就可以不顾别人走了，没这回事情。没有一个佛菩萨是这样做法的。他证得佛菩萨果位，决定不舍利众生。决定为众生做至善的增上缘。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理解的。菩萨德号里头要为众生做灯做床，灯是善因，床是善果，这都是从比喻上说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